不过大佬神父，屌你老母丑化系啊！由香港嘅老友记伍先生射捻咗手打有诗，等我阿布拉罕，读够俾你听下啦。武汉肺炎何时了？消毒液多少？小城昨夜有癫疯，人龙不堪回首月明中。口罩货架应犹在，只是价钱改。一盒口罩几多售？刚好一张金牛冇得留。阿布拉罕，细佬兄弟，屌你老母丑化起呀！有几好文采过博，各位老友记，你哋话呢？